大家好，我是海 Rocking Girls。 好，现在呢，我知道你们有三个人是第一次来香港。是壮壮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壮壮。大家好，我是壮壮。船长壮壮，还有是 Kira 学妹。学妹，大家好，我是 Kira。大家好，我是英乐。是这一次是第一次有学妹上节目。对。学妹觉得学姐带你们去玩。我觉得学姐非常照顾学妹，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香港，然后跟学姐一起，来宣传是真的很棒的一个体验。而且我们昨天自己聊天聊到凌晨四点才睡觉。我们在一个房间，很像毕业典礼的，很像毕业旅行。对。好，你们三个都是第一次跟洛俊女孩来香港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那么林丹、菲菲跟 Yuri， 你们都来过一两次了。菲菲，特别是林丹跟菲菲，熟客了，熟客了，每一次都来。你们有没有带他们吃一些好的东西啊？有。我们有带他们去吃很好吃道地的，就是香港的餐厅，茶餐厅。对，那他们因为他们生活比较急促一点，所以我们点东西都点得非常快。好紧张。对，但是其实这种餐厅反而是香港最好吃的餐厅。那他们有吃到什么好吃的？我超喜欢他们的面包，西多士，然后还有墨西哥包跟菠萝油，菠萝油真的超级赞的，超好吃。我讲还有那个菲菲有推荐扬州炒饭，还有干炒牛河，好好吃。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也有去买鸡蛋仔，而且没想到要排半个小时哎。对，然后我们就点了五种口味，因为每个都好想吃，就对，真的很好吃。第一次你们三个来香港啊，觉得香港印象，对香港印象怎么样？好，那学妹先。就是一直觉得香港很繁华，然后也很繁忙，真的就是非常忙，然后大家都感觉好像在赶什么一样，就突然觉得节奏很快，对，很快，觉得我们突然变得好像有点太过悠闲。对，其实呢，我平常来到香港都是会待在香港本地那边，九龙这次是第一次来，九龙给我的感觉就会有种更在道地的感觉，然后有更多的街边小吃，可以更感受到那个这里的文化，然后人文的感觉。我会觉得跟台湾蛮像的，而且有点亲近感。只是我昨天吃饭真的有吓到，他们步调真的太快了。赶快再一小时。对，不要滑手机哦，赶快吃。他们都会跟我们互动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台湾哦，很漂亮。赶快吃，赶快吃饭，不要玩手机，不要再玩了，不要玩手机。但因为像我们台湾，通常都会比较客套，说没关系，你慢慢吃。对，但是我发现香港人是比较直接一点的，就说快点吃完，不要滑，你就是你。对。如果你们觉得住在香港可以适应吗？可以，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哎，因为觉得毕竟都是在亚洲区域，然后在语言上，然后还有食物上，我觉得在熟悉度上是蛮可以适应的。然后再来是，我觉得香港男生对台湾女生有一定的吸引度。对，我觉得香港男生在讲那个粤语的时候特别有魅力哦，就会觉得他们好像很 man 很帅，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哇，好 man 哦，好像有种老大的感觉这样子。对对对， Yuri 来了， 他有点感冒，但是我的声音现在没有办法讲话，很好听。其实前段时候你五月来了一次，到现在差不多十一月大半年才过来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经常过来哦。因为工作比较忙，然后这一次刚好档期可以跟上大家，就觉得很开心，很兴奋可以来香港玩。